前阵子就是自己压力大到没有发现那是对身体造成负担，所以那个荨麻疹蛮严重的，所以我现在是在吃那个抗组织胺的状态下。你可以怀孕吗？我们最近才去冻卵的计划。哦，对，因为还是想要好好的，刚签公司，我真的觉得，因为最近的运势跟他们带给我的工作，其实真的蛮幸运满满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以这个先为主。然后呢，顺便写下他们的愿望。一个多礼拜，那个荨麻疹的状况一直没有消，我才去挂了急诊这样。对，那要吃到内裤还是照常？还是照常。是压力造成？我觉得应该是，但是因为以前会意识到有压力，但现在没有意识到有压力，就是因为太享受这个，太习惯有压力。对，因为一夜中的压力巨大，给我们的压力很大。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没有挑战过的东西，比如说饮料，我做饮料，老实说，在节目上面呈现的是那个样子，但是我回到家，我是凌晨三四点还在研发东西。接下来这两位会出现的艺人，聊天的时候蛮有缘分的，然后也都发现他们自己有很多想做但还没完成的事情，那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，是我很想要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些伙伴。我关心完之后，他就聊一聊，好像感觉对了还是怎么回事，他就对着我的朋友说：“来，小 B， 我要他了。”然后就觉得太帅了吧，根本霸道总裁的那种浪漫情节。好，对，来看一下右边，来眼神，来中间呢，中间。这里。